下班棋，下班棋，有人下棋。对局开始。直接把我出现了，我对我上次的言行进行了深刻的反省。你可以对着镜头给我帮帮两拳。好的，谢谢，帮帮两拳啊。下棋了，下棋，下盘棋吧。深深的飞，今天晚上下醉棋。当年守护爱情。这首什么来着？小飞挂便宜嘛，小飞挂一下。向晚的妻子佳然，这把某紫色钻头今晚想跟一粉色 I 子求婚，怕被拒绝，你能鼓励一下他，并祝他求婚成功吗？祝你今天求婚成功啊，粉色矮子，好吧，祝你今天求婚成功。今天求婚成功，明天就喜得贵子，响应号召，好吧。现在开始读秒。向晚和佳然的孩子应该叫什么名字呢？现在开始读秒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还有两次读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随便来一个，先下陛下棋。九、其实我不应该下棋，因为这两天都要下训练七、棋，六、挺累的。五、四、三。二一，但我还是下，出于对你们的尊重。都是你的先手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怎么感觉喝了点酒四、下棋，感觉状态更三、好？二、一，最后一次读秒。不会吧，你这有什么好想的？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下完这盘我就跟你们 say goodbye 了。想减一点是费点，想减一点，减一点。九、八、七。是要搞什么？要飞靠断我是吧？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随便来一个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你们将军军三、说好枪，二、六七一。七。根本没得点赞。坚定，九、八、坚定，深深的回忆，
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他只要瞄着我断点，那就让他先手便宜一些，没事儿。六、七、七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Why you always so poor？ 下一个吧，下一个没什么毛病，跟着走行。点他一个，感觉是不可能点得着的。再来一个，这种就要来一个。我想我现在棋感好得很啊，下太好了吧，我也。九。哎，我操！九。多真。针灸一下，我好像这个并不是很好定下去啊。小便怎么现在实力这么强？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操，真顶，感觉不便宜啊。那真顶啥意思？臭棋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直接跳。九、八，跟着这个女书生，六、七、七，一定要听见。九。九、八、七，呀，哎呦，算了，跳也不是七。八、七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四、距离隔不开三、二、一。思念变热，爱就不来，原谅说太快，爱成了阻碍，笑容太动人，放太晚回不来，思念不离开，回忆化不开，欠你的钟爱。这应该走什么嘞？靠一个。哎操！靠完然后是干嘛？九、八、哎，勺子，勺子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靠一个是什么意思嘞？我怎么自己都没看懂？断一个嘛？哎呀，就断是吧？九、八、七。好像我这个局部不行啊。八，还他一下，啊，被他打。九，啊，团是什么意思？七，六，五，节节败退啊。三，啊，这棋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不行不行，输了输了输了，我宣布我输了输了输了。九。我这团一下还特别臭，团一下本来不团还可以。五、四、三。我们团一下，这个棋真的是臭的，臭的离谱。八、七、六。直接搬，直接搬。算了，我这团这一下太臭，太臭了。八、七、六。他。五。四，我团他一个。哎，我看到一个断，
哟，我操！本来他断，他是不是已经完了呀？九、那八、个体感真的是有问七、题。六、五、一、四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口。二、一。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口，九、六七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。团杀他，杀！九、八、七、他死了六、呀？五、那怎么就赢了呢？四、三、不是二、他没有活路了，他已经一。死翘翘了。还有个屁用！我的就知道你会做这个，我看你拖这个吧。九、有个嘚儿用，没用，没用，没用！哎呀，别下了，别下去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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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，九、他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八、了。哎，我给他搬一下更七、稳，给他六、搬一下呗。五、四、是，三、二、对吧？一。他立着，只能立。就是说实力还在，咱就是说，九、八、那我还七、行，搬他什么六、呀？五、啊，不对，他上面还给四、我杀气。三、二、一。接住呗，九、八、七、他六、不行了，他不行，五、我就判他死刑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这有个屁用啊，没用，他这没用，他这棋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我二、真的会谢，好吧，一。我真的会谢。他真的，我哭死，我真的会谢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八。九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我也30多秒是吧？还有2次读秒。九、八、一二三七、四五六、五、六口，四、三。我直接收气。七、那六、其实我应该就五、走掉，就直接四、到底三、赢的不够多。二、一。九、这八、拱进去好像挺有力的，我七、操，我好像有点六、草大意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九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最后一次读秒。哎，我操！九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四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哎呦我操！这题他妈的七六五四，那还两期节还挺难对付的，大意了有点。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九。九八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八七六。哎，这节我是近似啊！哎，我看错了，看错了！哎呀，我无语了，这是管季节。哎，我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喝多了。本来他已经不行了，本来他已经不行了，那我自己补一个就行了呢。那怎么是缓一季节啊？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喝多了，本来他已经不行了，等我收回去行。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，啊，他已经认输了呀！哎呀，我操！我晕倒。这个局域怎么这么长时间呢？网络也不行。这局域能不能行啊？哎，不看了不看了，下播下播啊，拜拜拜拜。这个版本 bug 太多了，过两天再播啊。好，看一下问题啊，杰宝能不能评价一下天天？杰宝能不能评价一下丁真加入天天向上？这个不是强强联合吗？对吧？之前也是邀请一些，我记得有一个叫小武的嘛，那韩国人嘛，也是中文说的不太好。没，因为没有关系，这个天天向上的。我也去过现场嘛，对，其实很有些主持人是不怎么讲话的，我就记得那个谁一博是不是就不太讲话的，那没关系，他有几个好哥哥就可以帮他控场。所以说他不讲话，他不讲汉语也没有关系啊，这是没问题的。你们还老去问人家怎么有会不会主持，有没有主持，那主持人的要求是什么？你们这太肤浅了，对于丁真这种级别的人来讲，他太肤浅了，不需要啊。那个什么，原来那个日本的对吧？那个什么号二啊，田所还是什么？是哪个号二来着？什么号二？我记得，他也是中文讲的没那么好啊。十也号二，十也号二。是啊，这中文都讲的不是很好啊。但他们中文讲的要比丁丁要好一些啊。那个小五和那个十也号二，但也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中文讲的不好没关系啊，这不影响大家获得大家的喜爱，对不对？好的好的啊。
啊，林耀今年快乐，好的，我会转达给他的啊。行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那个我是去狼人杀的，拜拜拜拜啊，下播。